今天就是今年那个特殊返工，然后就在家放假嘛，就两三十返，比较多，也是很快的，更加多的这种返工。然后家宠，哎呀，家宠是不行，我的房子是家宠，然后我看我计算是可以加个赚不赚的那一套，应该买个套，再把门挣钱丢了，家宠那边呢？希望这个，就是说要不然我会把这个，还是那浪的地方。不干了啊！那是大哥太高，主要是不干么的。对。所以讲，是想找分数还是不？问题是前面赢了，明明赢得很轻松，后面有点那个。还有球。对呀，把柄啊，节奏啊。哎，你这个，那边我是要投进来吧，投进来。
Yeah.